有两位大美女，我从来也不约。有一天我兴致来潮，约他们来干鸡。要唱什么呢？开始了。哦，开始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丽。大家好，我是 April。大家好，我是依赖。欢迎收看阿丽时尚。Yeah! 今天我们来到 Adelaide Central Market。它建立于1869年，有接近145年的历史哦。它还有80多家店铺哎，它每年要接待800万个顾客，好多好多人。我们一起到里面看看有什么好玩好吃的吧 ，Let's go。好不好吃？又脆又酸又甜，水分好甜啊！不行，来，好贱哦！它本身来自于我们南澳 South Australia Rema， 离我们阿德雷城市大概3小时的开车。澳洲人特别喜欢，他们怎么吃呢？他们喜欢把牛油果插在面包上，过后吃。Too green. 好硬，这个好硬。不行，老板说这个还没熟，还没，太硬了，所以说现在没办法吃。So it's mainly for eating, but the sushi is gonna be hard. Okay. 他们就为了寿司，所以这些牛油果都是硬的，没有软的。这个是澳洲本身的野味山猪肉，山猪灌香肠是吗？对，鹅苗肉。鹅苗是那个澳洲的吉祥物。哎，这是什么？鳄鱼肉。鳄鱼肉。是的，看起来很像鸡肉。对，白白的。它的纹路好像三文鱼，它的肉质跟鸡肉很像，而且也不会有腥味吧？没有任何海鲜的味道，就是吃起来就像鸡肉。如果把这给我说是鸡肉，我也会信哦。而且它本身就比较硬，我觉得。刚才问过 Paul， 他说这个鳄鱼肉来自我们澳洲的北领地 Northern Territory， 所以那边的鳄鱼特别多，所以从那里空运下来新鲜的鳄鱼肉。这个是300块1公斤的 cheese。有一点像臭袜子的味道，我觉得像臭霉豆腐哎。你嚼过后，那味道就没了。可是你放入口的那一刹那，好像臭袜子在你嘴巴里面，可以闻到你嘴巴的味道，好臭啊，好臭啊！我先吃了。你头好臭啊！我想吐，太像臭霉豆腐了，好不好？给你，给你。其实我觉得味道还不错，我觉得也是不错。Try say something， 好吃。我很少跟什么东西说不好吃的。我们今天在 Adelaide Central Market 吃了完了，现在我们来个 challenge， 阿力挑战。蓝莓颜色，我是以颜色取胜哦。2刀99/1000克，是贵的比较好啊。Look so juicy， 好新鲜 ，strawberry。
朋友跟我讲说，香蕉配上椰汁简直就是人间美味。就拿一个这个现成。我没有吃过啊，黄色西瓜。我要两根。这个不错。Too bad. But only bad. Very good. 他们跟你们说个事，他们李女士选的蓝莓和香蕉不能榨果汁，所以我可能赢定了。可是我刚刚已经跟他讲，把我的香蕉换成了梨子。看我的椰汁。他现在帮我把 blueberry 蓝莓换成草莓了。哒哒哒哒，果汁已经做好了，挑战正式开始。现在我们要找路人来尝尝。Single one, I can't have one. Green one. The green one. Green. The orange one, yellow one, and the green one. Now that. Nice. I'd love to say this one. Oh, thank you. 那最后的一。阿丽得了一票。哇，且辣！噔噔噔噔！废话啦！嗯，这不票好辣，好不好？所以导演说真的是好辣，看我脸都红了。导演，尝一口。做什么呢，嘉欣？做西瓜蛋糕。你在偷袭，穿点西瓜。看起来很简单嘛，对不对？怎么放进去？给我放后面。哇，阿丽做的很恶心啊！走到我的样子，走它的那个，就是双层的。Justin， 你要试试看，可能是你以后的发展哦。有两层西瓜，吃的更加爽口，更加的 juicy。可能会比较硬哦。是吗？我们试试看吧。或者它只是中间那个奶油会比较少，就是。奶油会很高，这个如果奶油多一点的话就很漂亮，很结实。就是那个 cream 和西瓜之间的嘛，距离非常好，然后是刚那高度也刚好，又高又大的，超棒，超棒。这个奶油本身有玫瑰的花瓣味，而且也不油腻。配上这个西瓜，真的是让整个蛋糕有不同的口感，很脆。好像吃蛋糕不是没有那种奶油，奶油不是很腻，吃的很少，这个我就不怕。同时这个蛋糕还有一股花香，扑面而来。后面呢，你会咬到那个西瓜，它是非常多汁，很爽脆的。然后主厨，你们来尝尝我们的那个招牌香蕉饼吧。好啊。
真的是好辣。你放了几条辣椒？5条。哇，怎么样？好辣，好辣，只有辣味的。给我，给我留一个。我特别实诚，知道吗？我喝了一口，知道吗？